我是数字人李李。有一条路穿越千年时光，跨越万里山海，有一条纽带连通民心，使人与人在一起，这便是一带一路。古丝绸之路促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如今一滴水连通国际航线，一粒沙贯通贸易运输，合作共赢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We're all just dreamers, open our hearts, searching for answers, a fire in the dark. Our destiny is never too far.We believe. 梦想在远方，闪耀微光，路远已漫长，寻找到答案。时间的意义简单而平凡，只要相信。Stories we need to tell, fight for the glories deep in the well. No one can stop us except for ourselves. If we believe, 让梦呼吸。生命盛开，在你我之间界限以外，一起走，一起飞，梦就在。If you're getting knocked down, gotta pick yourself up. 总会路过风雨，总会遇到彩虹。面对拒绝，坚持会有不同。We can walk, we can run, we can fly.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们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动力，促进培育新的经济生态，推动援外医疗，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一条路曾经影响人类世界，未来也将创造全新的时代。风起东方，还看中国。那是东方大奇迹，那思路延续的意义呀，普通平素成族文化肩并肩站努着力呀，看高楼平地解着互利共赢的情谊呀，沙漠中见证生命成分真实的美丽呀，就算在大洋彼岸哪怕有一万公里，梦想转型从我的身边游到你那里，无论高原海岛里亦或是山林天地，新的合作新的希望像最新鲜的空气。这片神奇的土地呀，有无限的勇气呀，好兄弟和我一起，咱们共同加把力呀，让幸福的旋律在真心中不断弥漫，繁荣景象生活处处充满新希望。好一个梦。